我听讲，恁头家出车祸，伤甲真重，敢有要紧？我敢知，新民部小保庇，平安无代志。恁甲恁头家，敢那亲人？你甲伊当作爸爸，伊嘛甲你当作是亲生后生在疼惜。伊栽培我，是我的文人，也是我的桂林。所以的事业，我也替伊顾，包括山顶迄块地。要报答恁头家的方式有真多。伊从山顶迄块地交予你做主，你应该趁这时阵，甲伊让出来，条件开好关，替你头家趁过较济的利益，安尼才算是报答。伊底底是我甲阮头的做伙看的，所以我真清楚伊的想法，趁钱毋是目的。所以是会长哦，伊不无清楚啦，即个想要从中插入来摕到好处，应该放手是恁。真少人敢叫阮放手，相信我，恁即卖若无放手，到时后悔一定是恁。一句话，我留你。你讲的话，我听无；我讲的话，你听袂入去。我看不如哦，要浪费大家时间啊。动手。失礼失礼啦，我唔知影哦，有人对后壁行过来啦。我要去无？啥物咧？无要紧。哎，我一杯好的凉的，啊，我安尼车做了了，啊，无安尼啦。我这哦有一罐果汁，好你啉啦，啊嘛当作哦是白相。唔问啦。只是一杯茶尔，我搁泡着有啊啦哈。我拜托你收落来啦，安尼哦，我较袂感觉歹势。来啦，若是讲你嫌我手垃圾，啊无我搁来接接咧。哎，别别，别啦别啦，哎，果汁我嘛就爱啉的，好，多谢。哎，小姐，啊，你敢袂看我是一个老伙仔？啊，所以逐工伫我诶面头前，啊，叫做接受我甲你回信诶。啊，连伊那一骨头哦，你都甲凉诶淡掉。啊，袂啦，我想都袂安尼做。因为哦，咱都无熟无识啊，我惊你诶感觉哦，我好你诶物件是歹去诶。啉无，就好啉咩？多谢。李相，你想要对家里从哪？张嘉玲哦，目前是无代志啦。啊，你若是要继续平安无事哦，你就乖乖甲我配合。我跟你讲哦，你安尼是违法的哦。你想要掠嘉玲啊？方志正，你就是听无好话，就会使人犯法。所以哦，张嘉玲若是有啥物死角菜哦，拢是你害的哦。
你讲起来，你针对我？知了，一点钟后，你若是要砸山头一块土地的牛头树来，那呢，张嘉玲就会永远待在迄块土地下面，无得回去。喂，喂，喂，喂！牛头树。嘉玲，你别过来！对，你哪个叮当哦，就会死人哦。你若是无想要害死张嘉玲哦，唔通冲动，卖胡白来。我若唔相信哦，你家头看卖咧。到底是要创啥啊？先来请您放开才去讲啊！山头迄块土地，牛大叔，你有查来无？那是无，万免耽遮浪费时间嘞。牛大叔伫我遮，啊，不过先给我甲家人放开，我才调你。主宰，你不要安尼做啦！啊，你家己都咧顾袂好势啊，搁遮尔啊关心伊哦！哎，真歹势哦！你时间若搁安尼拖落，等下这条蛇啊，若是无顺利断去，你就干来用怪你家己哦，慢吞吞害死人！好，我调你。你卖过来啦！不用紧，我替你。赶紧放手！真严重，虽然有赶紧送去病院，啊，不过人搁咧昏迷。若是予伊醒过来，人搁好完啊，就歹应付。我安尼啦，归去趁钱嘛，把迄个房租再处理掉。咱爱的是土地，毋是爱人的性命。这个房主宅哦，真插我的肉，若是即马无甲伊拄掉，以后会变作大麻烦。我乃感觉你对房主宅特别有意见啊。冇唔对，我家里后会愈来愈歹处理，而且伊的肉骨是过庆好，伊是一个乌白两道拢有势力的人。
尊公，你想要处理彭主宰，你嘛要先考虑安乐。伊遐唔介意主宰，万一让安乐知影，主宰受伤是咱伫个背后之数，伊一定就万分难。所以我认为，先卖打草惊蛇，趁彭主宰受伤。赶紧将兄弟弟抢过来！只好暂时先安尼。我要利用方志在受伤这件代志，来破坏萧晴跟方安乐的关系。爸，你一定要请太岁阿公到三公，拜托好主宰无代志，一定要平安过关呐、啊。好。你在创啥？方志在到底在遐，你的心就疼的对不？今麦无想要听你讲废话啊！你拄只爱恁爸找太岁阿公斗相共啥？找出伤害方志在的凶手，这你问我就好啊！你知影是啥物人伤害主宰？你的态度这礼拜啊，我雄雄无想要讲啊。无想要讲，莫讲啊！为着你讲的话，无一句通信。你真正想袂到是啥物老兄害你的方自在哦？就是你一直当作亲人的萧晴。你了做咩啊？恁西人，我会相信。要是唔是随在你啊，我是真无喜欢你啊。啊，不过我更加讨厌萧晴，所以我是联合次要敌人来对付主要敌人。你一直信任的萧晴，伊哦，心肝内住一个魔鬼。在你面头前演一套，在背后演的又阁是另外一套。我话讲到这，家己小心点。夫人，你找我？你找人，把安乐带好掉。唔知谁去家己通报，讲阴暗，要予伊伤害彭主宰主母的资料。是的，是我不够细意，才让人发现。代志已经发生啦，我袂追究，处理问题较重要。一定要把安乐带好掉，要比伊较早摕到资料，知无？是，我知。也阁有，到时你着直接出面打嘴，讲是因为你公司要抢生意。甲彭主宰有过节，才会出手。安怎做，你应该知影。是，夫人。安尼，我先离开。萧晴，我猜我叫你一声夫人。你竟然敢伤害主宰！你伤害我上重视的人，那安尼，我得毁掉你上重视的物件。会长，你明仔载敢有闲？我有代志想要甲你讲啊。好，那安尼不见不散哦。嗯，拜拜。